每生最敬爱所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人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此人必成功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咱用香品来带动着咱的节目啦吼，啊，就讲你的一份香嘛，等于在赞助咱的喜结善缘的节目。啊，有诶讲吼，啊，咱呢有迄个热心啦吼，大家来烧经，自然都力量啦吼。啊，所以恁的一份香，啊，是讲一箱香款，这拢是呢吼，此人必成功的助缘啦吼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啊，今日到咱的孙兄讲要听吼，啊，这对刀。道道道，伊讲很好听，很清然后听起来敢那心情袂歹啦吼。来，咱今日是咱的北极先天上帝，哦，万寿啦吼。是咧讲到人生，然后所有的拢总是爱有理，有道才有理，吼啊有理气。等下咧讲吼，行事做人，然后唔只呢吼，会当咧遵照一项，互人咧尊重，然后道理道理。那咱今嘛咧吼，要来讲一个礼作咧吼，礼作第六篇哦，来对面咧，伊咧讲的是啥？第六篇讲：以顺理心，地无疑心；以尊顺天理，
本着良知良能的心念，安尼来处事吼，极地事我自理，为恩不情，辜负义理，不顾仁义。咱人若是不顾仁义道德的立场行事，都是辜负这个义，辜负到这个理。顺理就是咧讲循着存在天地自然间的道理，以咱的工作积分。吼、哦，顶管需要来订立的一挂规矩啦，吼、哦、一挂规范，咱唔只有法度根本来做着互助互利，以平等公正的立场，彼此包容合作，互为利益，吼、哦，这是叫做万能生物。先来讲万能生物间共存共荣的天理，有理啦吼、哦。再讲无义就是。只顾咱私人的利益，吼、哦，你忘失啊，咱的这个公理，忘事公理，法则行为，咱背弃掉这个法规、条约、甲承诺，也是属于无义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人必须爱贴五天理，就是咧讲世情啦，世情事理，吼、哦，爱遵循，咱唔通去违背天理。自然的人呢，吼、哦，都会受到社会人群的制约束限。是安那讲，咱若是违背了天理，自然而然会受到社会的人情制约，然后，甲咱束限，意思就是讲免受不利情势，啊，这就是咧讲公道自在人心的力量。《道德经》顶管就讲啊，讲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圣人者有力，自性者强。知足者富，强行者有志。大部分的意思吼，就是咧讲吼，人啊当了解别人，这是智慧啦。吼，知影家己的优点、吼弱点跟特性，这是叫做明白的人。你有清楚，有明白，你有了解，吼，所以讲人，吼，做一个明白人，胜过别人是有利的吼，胜过别人是有利，胜过家己。就是会当克制家己的欲望，吼、哦、才是强者。吼、哦，你有法度胜过你家己，你有法度控制你家己的欲望，这个叫做强者。讲知道满足啦，才是富裕。知道，知影这个道，你会知影满足，吼、哦，这是真正的富裕。会当坚持行为，才称得上志气啦，吼、哦。在故事当中啦，对这个民主圈吼，人讲民主圈的故事，24号中啊，这个民主圈呢，单一寺庙吼，伊的这个故事相当的感人啦吼。所以咱讲吼啊，这个主圈少年的时阵吼，都无老母嘞吼，啊老爸呢，佫娶一个继庙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继庙啊，来佫生两个后生嘞吼，对生活上。当然啦吼，这个亲生老母比较一定较会疼惜家己的亲生囝，啊，这情人囝呢吼，当然都会受到虐待啊吼。但是老爸面头前呢吼，伊拢唔捌表现过讲伊的委屈啦吼，唔捌表现讲吼伊的继母对伊无好，吼，以免呢影响到爸囝吼，啊加这个吼啊，伊这个继母吼的这个感情，啊，有一个。吼、哦，冬天呢，足寒的寒死死的冬天呢，吼、哦，这个隔壁为着三个囡仔呢，各自做了这个吼、哦，人讲御寒的这个棉袄啦，吼、哦，但是吼、哦，家己的囝内面用的拢是棉花，吼、哦，会当保暖，但是吼、哦，主客呢呢，冬天内面呢，确实，吼、哦，人讲班级，吼、哦，又个呢吼、哦，穿袂少一种芦花。你家想棉啊，甲芦花，芦花呢，当然都有差啦吼。有一天呢，这朱谦呢替因老爸呢吼赶车外出，因为穿这个衫裤穿袂少啦吼，在这个严寒之下，一直咧皮皮喘，一直咧皮皮喘。车呢驶到吼滑落到这个路边啦吼，连这个锁啊都提袂掉，喘到连锁啊都提袂掉。因老爸真生气呢吼，都用这个吼赶车的这个吼。啊，咱讲赶驴啊，这个鞭呢吼，抽拍到因这个竹签，拍到吼，这个冬衣呢吼，露出了这个芦花的时阵呢吼，当时才看到迄两个囡仔穿的是棉花啦，这个老爸才知影讲，这个继母偏爱家己的两个后生呢吼，
伊这大汉呢，吼，伊煞无甲照顾，无怪伊会肝甲即型呢，肝甲连迄个锁啊都提袂掉。即要甲因这个继母甲休掉的时阵吼，这主天看到这个情形，就跪在因老爸面头前安尼讲啦，讲主宰一主汉呢，讲母宰一主汉，母气三主丹呐。讲这意思吼，讲老母伫咧，我一个人肝吼，食又甲分别。哦、我两个小弟食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食较歹。我两个小弟穿较少，但是我穿袂少。但是，让我一个人受苦尔。不过，这个继母那是吼，和、哦、你赶走了后，三个囝拢孤单。为什么？尊讲这个老母无疼我，但是要个人在圈内底啊。总是呢，吼、哦，我两个小弟嘛袂孤单。哦、啊，我呢吼，虽然较无受到较好的待遇，但是我嘛感觉这个老母嘛真辛苦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老母伫咧是我一个人受苦受寒，老母离开了后，另外这两个小弟要安怎？所以讲吼，这个朱谦呢，伊真正是亲民大义呢。吼、哦，跟老爸讲唔通甲继母呢，甲赶出去。这个继母知影讲，这个朱谦在替求情的时阵吼。真正伊就痛改前非，就敢那亲生囝对待这个朱谦，所以本名吼、哦、叫做敏顺，也就是孔子弟子中的贤人。少年呢吼、哦，这个家境付不起吼、哦，这个学费。今嘛咱朱谦的故事讲完啦吼，今嘛就咧讲孔子内底嘛有一个吼、哦，一个囡仔叫做敏吼、哦，叫做顺吼，姓、哦、敏叫做顺。伊是这个孔子弟子当中呢，吼、哦、是一个真敖的囡仔，真敖读书的囡仔哦。但是少年，这个少年人因兜呢家真善，付未起着啥学费，只会当用厝内底吼所做的一点啊清酒来奉敬，表达心意。这孔子担心别人讲闲啊话呢吼、哦，要特别呢咧夸赞讲伊好学的精神呐吼，顺阳。凌霄两宝，就是讲到讲，伊特别夸赞讲伊吼，这个好学的精神，讲有顺阳、有凌霄两宝殿的这个回龙吼，转折处侧边也个有一座，吼、哦，咱咧讲到这个吼，朱浩恒所写的，吼、哦、所写的就是咧拢在咧写啥，即马就是讲吼，咱指南宫啦吼，啊，伊画出来这图内底，吼、哦，拢是咧写啥，写讲。朱浩吼，刻九笔来对面有三宝珠为首呢吼，三宝慈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仁者乐山，山高不如祖德高啦吼。讲山高不如祖德高，地接落水，水甜不如亲温甜啦吼。讲爱因怀宗德报本。吼、哦，勿忘饮食。吼、哦，咱讲饮水思源，然后啊，咱定咧讲吼，民族尽大孝，爱为国家尽大忠呢，投射伦理之光呢，照亮世界。吼、哦，拓大宗教之光，照亮人间。吼、哦，是咧积啥养好德。吼、哦，这个表现，然后所以咱讲吼，咱咧礼作这个心经内底，这个生命教化内底，拢是咧讲到啥，讲到。精神讲到忠孝，吼、哦，咱咧赞扬吼，礼祖呢吼，为先为神的精神，然、哦、后，所以咱也是讲吼，啊，有读到吼，啊，咱的这个礼祖心经内底，伊总共36个典故，36个典故呢，最主要是要让咱知影吼，啊，咱都有咧读吼，啊，有咧看，会看了你会感动，啊，嘛会感受。像民主谦这，虽然这种故事足千百啦吼，但是要提予咱今麦囡仔读，提予咱今麦囡仔看，咱的囡仔不一定了解意思，吼、哦。咱定咧讲一个囡仔要改变，要细汉吼，要互伊捌一寡代志，你嘛是爱吼、哦、用一寡古早这个故事吼，互、哦、伊听了会感动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有深深去体会，平平是人啦、啊，古早人真系忠实吼。哦这么的能够永怀崇德报本，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哦、所以讲我们忘了饮水思源、啊、你就是爱去回去看这个崇德报本的一挂册、哦，这个国家呢，唔只有法度拄着好的人才，然后阿拜来辅助，好、哦、辅助这个吼、
唔啦，干那辅助这个国家，咱常咧讲国美的兴盛，人才就爱愈济啦吼，人才啦愈济，吼，当然啦，这个国家就愈来愈好嘛，你讲是不是呢？上来吼，啊，有赖的吼，你讲要听主如，哦，咱师兄呢吼，如果喜欢主如，那么想就给你做安排啦吼，因为吼，咱有真侪孙阿姐吼，咱方便啦吼，加赖啊，咱就用赖吼，安尼唔免吼，硬阿妹想来接，对拍断个病啦吼，啊，所以咱用赖阿妹想对去看。吼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我就会知影讲吼，啊，咱有道亲咧点曲啦吼，啊，这选歌，或者是讲有啥物问题需要美香直接做解答服务的，我们都可以用 LINE 来，吼，好，美香来知影讲，啊，你们在听节目啦吼，啊，有需要美香甲你做服务的，吼，啊，是讲咱要做寄送的拢会使啦吼，用 LINE。美香的手机是0926938045，然后来，咱即马来听这段祝福。要知足，用感谢心去付出，以欢喜心来守护，走在轮回路，一路要惜福。用大智慧去领悟，以大慈悲来到主。
咱即马节目来吼，那进行然后，阿妈感恩然后这一次的春季法会报名的非常踊跃，然后真踊跃吼。即马来已经是吼啊，咱伫这个诊所都要要接近要查治的，而且头前面然后，甲咱的道亲讲一下吼啊，咱伫这个3月14上标，然后3月14、15这两天都是上标日嘛吼，上标。哦，就是要甲咱讲，咱若上表出去，吼、哦、了呢吼，啊，咱就是不受报名了吼，无、哦、要阁予咱的道亲报名吼、哦，咱的春季法会，吼、哦，咱若如果讲吼，啊，咱都有要做占卜，或者讲，吼、哦，咱要做咱的这个春季，吼、哦，做这个祖先、做祖源，还是做咱的地基主，还是做咱的啊冤亲，吼、哦、来调解，吼、哦，这呢咱。利用即马即几工啊时间啦吼，啊报名吼，啊就是咱甲即个农历的3月14、15，咱就会杂志报名，所以直接甲恁报告啦吼。因为咱诊所嘛不哩济啊啦吼，所以直接甲恁讲者安尼，啊嘛感恩啦，好祈此天必生功啊，对着咱的即个春秋两季哦，即、这个花卉真重视，啊嘛真甲恁赞助的，啊恁国强等的孙兄弟以及。咱辛苦在扶持义工，然后跟师兄师姐，然后真的非常感恩。哦，咱直接甲咱讲一下，哦，甲农历的3月14、15这两天，哦，不过咱就是讲爱布置会场啊，较无闲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就较无去接受咱吼师兄师姐吼来报名吼，咱若要报名是爱。哦，即马到哪报？啊，阮呢，书文哪写？哦，工课哪准备啦？吼，因为咱呢每一阵拢也有一个普聘，所以恁若从早报名，阮才好都按定这个普聘到底有偌济啦？吼，所以直接甲咱报告。要么，哦，真的，真心的感恩师兄师姐好奇啦？吼。有人安尼讲啦，吼，讲真诚跟愚诚。跟我什么不敢宽，我感觉一篇未歹呢吼。诚心是，吼、哦，诚心是有诚恳的心，还有用真智慧的心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诚心。愚诚就是讲，有啊，我有诚心吗、啊？但是我虽然有诚心，但是是依你的主观意识，依你的环境，依你的崇拜，依你的吼、哦、了解，所以你的视线。如果会看得很窄，看得不远，因此要看别人的想法。好、哦，那呢，这种啊叫做不是真正的真诚，因为你无掺杂在恁，你家己的这个啥看法，你还过去看别人的，这个眼色，听别人讲，听别人安怎讲，听别人安怎讲，这种啊叫做愚蠢。好、哦，什么叫做愚蠢？就是咱讲吼，有啦有虔诚啦，但是无咱家己的主张。无咱家己的想法，甲无咱家己真正的看法，所以有一个智慧的心，吼、哦，跟你依着别人的观念做，那是差很远咯、哦，吼、哦，那就差足远的。咱家己的想法是你家己决定，吼、哦，啊，决定了后，吼、哦，咱咧做，咱可以足虔诚、足诚心对这样代志的看法，你感觉无唔对，你不是跟着别人走了，你跟着别人走。哦，别人走错了，你也会跟着别人走错，这叫做愚蠢。好、哦，咱的看法呐，哦，看未真，看未明，那么咱去做的这，好、哦、盲从的，啊、哦，就叫做愚蠢。好、哦，咱讲戆戆啊，对人行，这种你讲你做生意做生意，但是你做的代志都不一定对了哈、哦，你做的事不一定对呀、啊，哦，要看自己对不对。好、哦，别人对，你跟着走。别人错，你也跟着走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愚蠢。所以要用理路，要用理路去分析啊，好、哦，不是光修，哦，光做，哦，光做也要做对啊，好、哦，跟着前面一直走就对了，好、哦，万一前面走错了怎么办？好、哦，所以咱呢，跟你讲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哦，不太负责任，哦，也会变成怎样？会变成说，遇到了什么事，会把事情吼。哦去拨给别人啊，不是因为谁我就不会怎样哦，那不是因为什么人给我报啦，不是因为什么人安怎啦，我就没安怎。有的人呢不太好、哦、自己负责自己，好、哦、会变成了哈、哦、有遇到什么代志哈，一个代志报好别人啊，责任呐哈推卸好别人，
因为他受到了挫折的时候，吼、哦，他也会感觉到，吼、哦，伊家己敢真正有遐尼怣吗？那不是你甲我，你甲安，你甲我讲，你甲我找路，还是你甲我报路？我今日敢会去行唔对？所以有时阵咱家己地位一提起来用，唔是咱行唔对的，已经你一直怣怣对，怣怣对，对，有够久啊。但是呢，吼、哦，行唔对，你嘛拢无地觉。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去落到窟啊，你感觉足后悔，你浪费十多年的时间在修行，唔知在修什么，感觉修唔对呀。吼、哦，啊是讲你感觉你好像跟错人了。吼、哦，你会有挫折感吗？会啊。啊，你会产生退缩不？也会。以后你就当作讲，拢无好的讲堂我行，嘛无好的老师堂我教，完了你会失望，你会退缩。表面上吼、哦，你也感觉讲你受个足委屈的，我看起来感觉你足软弱，吼、哦，足委屈的。其实，吼、哦，其实面对这个吼，咱、哦、讲执着的时候，不如我们反省一下，稍微静下来反省一下。咱不是无智慧，吼、哦，咱只是盲从，吼、哦。但是一步的盲从，反观你去想，吼、哦，也许啊，吼、哦，我们跟了很久的时间，你都一直没有什么察觉，你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？你是徛伫旁观者，还是徛伫吼？你是已经进入在这个情况状况内底，所以就有人安尼问啦，讲吼啊，先啊，咱戆戆对吼，对人修遮久啊，拢也感觉讲到尾啊嘛是找无一个真正的目标了吼。但是呢，咱唔是讲咱无清楚，是咱家己吼。啊，感觉讲，嗯，咱对人行就对啊，啊哪知影安呢？所以讲，不管讲你要做啥物代志，吼、哦，要有至诚，才能够跟天地有感应，然后，然后圣人为何是圣人？啊、哦，圣人就是有那么一点，好、哦、至诚的心，通天地嘛，吼、哦，才能造化无私，造化无心，天地的造作是非常无心，可是他能够，吼、哦。在天地当中，这就是在讲到人的真心。所谓的千门万教了哈，即是路啊，但是有千条万条，即是讲你的感受是对还是不对？哈，不对了，我们就要把脚步停着，好好的想一想。哎，咱干那唔对嘞哈，咱做法干那唔对嘞哈。所以咱讲，如果明白了缘起性空嘛，了知空性就称为解脱。如果不了解，哦，就会怎样？你就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嘛伫遮，哦，眼见逆门呢。咱要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空性，这个各地的功能，你也要善用啊，不要善用，哦，这也是很重要。你如果不会善用的话，起步修了这个。成功了还是修这个，所以咱常咧讲吼，修心养性了吼，人生没有假设，当下即是全部了吼。哎，活着就是修行，咱安尼个想得话，你拢卖感觉你后悔，吼，活着就是修行，好，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后悔，你好像你走哪里走错，哪里走对，免安尼想了吼。你若安尼想的话吼，咱呢。今生相遇，缘分得来不易啊！哈，虽然一条路不能走到永远，但缘分即使回忆，会是一生一世的事。哦，啊，一份感情呢、啊，得来不易啊，说好、哦、要珍惜。哦，但是呢，有的人呢，走到半路哈、哦，也没有珍惜啊！哈、啊，但是也没有、哦、所谓的得跟失啊！哈、哦，嘛不所谓得个失。心情若好，自然就会笑啦吼。啊，微笑嘛是一种力量，伫任何时空环境拢直抵心头吼。会，人讲会心一笑，迎来诸事畅顺，就是咧讲到能感动周遭的人就是什么。你遇到了什么事，微笑也是一种魅力呢吼。当我们给别人吼一个微笑啊，生命就像一个镜子，微笑即是面对生活最好的镜子。心情好，你自然就会笑，好、哦，但是你的微笑会带来人家很大的力量。不论你生活有多少挫折，都要用嘴角上扬弧度，打败障碍。好、哦，当你笑了，哎，人讲春风十里，然后
不如微笑魅力。吼、哦，这是这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，唔管任何人，拢同款啦。出任是这个社会啦，吼、哦，咱人拢是讲一行，做一行，但是实实际，咱真正吼，定在讲人。无需要让人影响咱家己的情绪，然后有人拄到问题，或者是甲人相处拄到麻烦的时阵，然后咱讲先检讨对方，还是先检讨咱家己？是先检讨对方，还是对方习性为何不改？你先检讨别人，而没有检讨你自己。好，所以有时讲，咱改变别人是真困难呐。好，但是要改变咱家己，能改变的是你自己。但是我们自己的习性也不容易改了吼。人讲换一个角度想，家己拢真歹改变习气啊！你干咩要求别人？你家己都改未来啊！你咩要求别人爱改？凭什么要求对方先改呢？所以讲，硬要别人改变，成为你要求的，是很困难的吼。所以讲吼，徛伫无同款的角度，看法嘛得爱无同哦。咱人呢，爱照着咱家己的意思去做。快乐不是寄托在别人的身躯，然后是爱照你家己的意思，要求别人做啊，对方也会不开心呐吼。你只要求别人改变，为什么你自己不改？咱爱学要先反省，做好自己，也要换位思考，做人对人都要有同理心，然后才不会被他人影响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有道理不？在与人相处当中，每个人都会犯错。不会的，都没犯错了哈。当你心中多原谅别人一次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心中多修复跟造福一次，因为这是哈你自己能够为你自己哈造福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原谅。为什么造福也是原谅？你原谅别人，那别人呢哈就能够放下自在。因为你一做唔对，你甲讲好，我们没事了哈啊，咱互相彼此，吼、哦，无个有其他的怨感。安尼，你一句原谅对方，伊如释重担，甲肩胛头拢放落来，诶，对方已经吼甲、哦、我讲好啊。你家想，伊会用可惜啊，伊会用足欢喜的心，逐天过日子。如果你选择不原谅他，伊就顶啊，敢若秘书讲吼，身躯呢，迄、那个痛空也搁咧痛。也搁咧静，也搁咧发红，伊逐工都战战兢兢，足惊看到你。伊若看到你，看你面相嘛，还搁无好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伊要甲你继续做朋友，还是要相边啊？吼、哦，大家拢互相卖见面，就很难呐、啊。有的是同一个工厂，有的是同一个家里，有的是同一个哦啊枕头，啊，你想你话好像。所以讲，原谅是最有福报的人。你选择原谅别人，也在征服你自己。吼、哦，等于呢，吼，你嘛咧增你家己的福报，啊嘛增加别人的欢喜心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咱今日来收听一段《母娘慈悲》啦吼，啊，咱这个大伽妈呢往回程走了吼，虽然啦吼，啊，咱讲放这个烟灰啦吼，哎、欸，嘛是爱做小心嘛放啦吼，这个烟灰有时会吼去碰到人，有时会去伤到啦吼。虽然咱要甲大伽妈欢迎吼，同时呢嘛要甲咱大伽妈上行啦吼，但是这个烟灰要放，啊，得爱小心，才不会伤到人呐。来，咱今晚来听一段《母娘慈悲》。听着阮欲万不在，痛欲欲记定世事，乾坤开，多善解。无留爱人。风采团万代，惜人孝道，福报自在，上分七彩，心无挂碍，无留爱。
对无甲有啦吼，咱要去研究这个乌调，真歹去研究啦吼。从无自由，吼世界万万拢总是为零开始啦吼，千千万万所有的变化拢是为零开始。讲万法万缘都为心啦，现局人心无所归。为什么讲今啊？这个局面，咱的人心现在无所归，无所归。人生宝贵，爱追修，修心养性自在行。光阴易逝，莫放逸，行住坐卧，追修逸啦。讲修行就是学者开啦吼。现在咱讲的修的行，行事做事，即讲跟咱这个修关系啦吼。所以讲，咱伫修行是咧修啥？是先学会晓吃亏啦吼。心胸放下，你才得自由。对人唔好嘛无歹啦吼。人讲对人无好嘛无歹，随人以人皆善缘呐。下下归正，心调伏，改过行善，人即喜。积极善终好人气。修心修心动之急，知识灵界命运时啦。哦，咱讲一用之心灵行之，修真地灵顿明开，随爱相迎气坐来，天地神真一气化，元性中存返家园，地在玉涵。总清土虚空因子人不低，参透万物如飞尘，慧心静定达空理。咱即马吼，就是咧讲到这每一句的这个诗文啦吼，先来讲万法缘遮，万法万缘呐，拢是为心所参悟的啦吼。那即马局势人心先来无所归。你咱即卖人足茫然啊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因为吼、哦，机械顶替咱足济啦吼。即卖连装卡的人都免足无用的，烤土豆嘛拢用烤土豆机呢，吼、哦。即卖呢种稻啊，哦，有人甲咱吼
布丢啊布好好，嘛有人甲咱除油啊除好好呢吼。所以今啊，足侪时间通修行诶，因为有多出来的时间啦吼，因为拢是机械代替，今啊过来未来。哦，咱即马大间公司啦吼，人嘛免用足济啦吼。除了讲真正爱用人，诶，无人袂使的工课需要人，那机械会当代替，人即马用机器人啊就把你代替了。吼啊，所以讲，咱即马诶即个局面啦吼，愈发达，科技愈进步，咱人的头壳吼用诶，吼拢用伫诶吼。不是像咱较早的鼓励啦吼，咱拢用伫个文明，用伫个文明。咱即卖囡仔甲爸母呢，较无话通讲。咱爸母是吼，比较咱无接受了这个科技。有时阵呢吼，伊咧甲咱讲这個，咱听无。吼啊，是大人要甲你讲的，拢是咧讲啥？啊，囡仔人爱实在啦，爱乖啦，爱做工课吼，爱安怎？拢讲一挂古早留落来这所谓话，就变成讲现在。这个局面呢，吼，咱人的心无所归依，为什么？因为即马要提忠孝节义出来讲，不一定少年人我都接受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是大人，你要按照你古早，恁老母较早甲咱教迄个七八十岁时阵所讲的话，提来甲即马少年囡仔讲，已经无下时势的话语，啊，咱阁无要改变讲。要怎么用新的方法去接受？吼、哦，咱即马老大人嘛是爱接受一块新的方法。人心大家拢知影，贵在啥？贵在爱知礼捌义，吼、哦，人讲知礼义嘛，吼、哦。但是修身养性是人的大本啊。问题是，即马囡仔咧叫修什么心，养什么性？即马囡仔都是对科技，吼、哦，会当进步尽量，伊就是要行科技之门。吼、哦，简单方便，就厝内底即马嘛免啥露涂骹，吼、哦，只要你个机器个切落，伊就甲你撇好好啊，吼、哦，连我们现在的洗碗机也有了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洗碗机嘛甲你洗便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内底所有的物件拢用干化、碘化制品，甲堵咧逼逼安尼，所以人生即马呢有较用，用出来时间的空间，唔是摕来看手机啊。所以人讲光阴易逝啊，不要放逸啊！你太放逸了，哦，在咱的行住坐卧当中，咱变成吼、哦，咱的头壳用的，哦，是即马目前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讲网络最畅通、最流行的，也就是要爱什么资讯，对网络找的有。所以人讲光阴嘛是会过啊，叫咱唔通放逸，嘛唔通讲古早。所有的这些道理，你拢完全唔去甲相信。其实古早这个道理是咧稳定咱人上的德行，稳定咱人的德性。所以讲修行，第一行就叫你先学吃亏啊，吼、哦，心胸放下，你唔才有当得到自由。吼、哦，对人、对事、随人，甲人一个善缘呐，随任与人结善缘。吼、哦，咱讲。那无要甲人结善缘，咱出去到外口，要哪会有人缘，要哪会有贵人？所以咱爱舍邪归正，心调伏。吼、哦，你个时机搁较进步啦，做歹的嘛是有啦，吼、哦，食毒的嘛是有。啊，那无呢？即马这个感觉都免关遐尼啊济人。吼、哦，感觉人满为患。吼、哦，代志发生诶，拢足突然诶吗？不是，是我们。底子没有打好，咱家己个基础拍无好，所以足容易。吼、哦，咱今日个，咱没有法度下这个邪来归正，吼、哦，要调伏咱的心性，要哪改过行善，吼、哦，迄都是爱看咱家己啊。择其善，择其善从，吼、哦，自然好气，对正气嘛，一定的修心修心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咱即嘛目前呢，吼、哦，嘛是爱教育的，吼、哦，咱讲身心灵啦，吼、哦。也是要，不是说身心灵现在给他放着，地穴会当改，地穴要改啥？地穴会当改你的命运呐、啊，吼、哦。现在讲咱人若有地穴，就会当去改命运，吼、哦。修真地灵，吼、哦，顿明，那顿明会开窍，哦，咱自然的吼、哦，天地神经一气化，元性中存，返家园。
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吼，今日咱要参透宇宙的理，吼、哦，要会当去了解这，吼、哦，咱讲先天啦，吼、哦，所有予咱的这道册啦、道经啦、佛经啦，吼、哦，伊咧教的拢是咱修身的底底，吼、哦，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底底，上无爱忠厚老实，忠厚老实。哦，咱讲聪明智巧，迄一定爱有啦吼，因为咱即马要出去外口，甲人吼，咱讲换一碗饭来食，你无智慧，也是讲无学历，你根本出去到外口，吼、哦、都无法度摕一碗饭来食。读册是一定爱，根本一定爱，但是咱袂使因为科技进步甲伤过头进步，咱人呢吼、哦、变成迄个心是空的，吼、哦、无实在。哦，咱把这个仁义道德这些所有的这些，咱给放弃。所以你也看，咱济公师父，哦，也是讲咱今嘛这个佛菩萨，伊嘛一直咧讲，时代进步是时代科技的进步，咱人呢，吼、哦，最基本的爱维持的五德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母娘咧讲的，爱维持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吼、哦，咱人的仁义礼智，这是绝对一定爱维持的，人这叫做根本啦，吼、哦。做身为根本，知识为根本，做人正气为根本。这个根本呐、啊，有你科技国家呢进步，你都袂骗你啦。哦，咱即卖囡啊，随着时代科技跑，但是你这底子呐有在，你嘛袂骗。你该做的你嘛会做好，吼、哦。该调整你家己，你嘛调整你家己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。咱的教囡仔，吼、哦、是爱随着脚步走，但是也不可能放纵。吼、哦，孩子呢一直，吼、哦，咱讲奔驰在网络里面啊。你讲，那讲着安尼落，咱的囡仔一日干手机啊，摕条条，要甲伊讲话艰苦济挂。有时要甲伊讲两句啊，为了讲不要吵，我现在很忙。吼、哦，在忙什么？吼、哦，就当然嘛是咧忙那个。哦，所以讲咱呢，咱即马这个时代嘛，和咱的头，咱讲四大人呢，头壳嘛真疼，吼、哦，卖和咱的头，和咱的这个四大人感觉讲吼、哦，到底是对还是这个科技，到底对我们是损还是利益啦？哈、哦，是损还是利益？啊、哦，会用的人就是利益，未用的就是损啦，哈、哦。顺咱的时间，顺咱的精气神，暗时拢无要困啦吼，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啦吼。来听李先做人生。先人不懂
等，不知飞燕向远空，旅途在此成仙道，一滴泉点济苍生。锦绣古断看青松，云海雾涛写彩虹，历代英豪演一世，且听无辜与沉重。先锋为人道远平，标军殿内送真迹，世纪多喧闹，为此周良也清寂。暮色苍茫看尽松，乱云飞渡仍从容，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前锋万人道远平，标军殿内送真迹，就是说非常好听哈，仙人洞吼，啊，咱慈天必生宫呢，咱用香品然后来跟咱呢，虽然是这结善缘，所以恁讲一分香嘛，等于咱慈天必生宫的助缘，然后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天必生宫的服务电话：5916-045，2465日吼，咱都开课办事，然后135。哦，这就是吼，咱讲人生啊，破刀啦吼，啊，人生就是咧讲，大家来开讲哦。咱知影有诶讲，我要找吼师姐吼来问咱吼，这个学修啦吼，啊是讲啊，咱对着吼参学吼无啥物了解，吼需要咩想甲你做解答服务诶，都没有关系啦。就礼拜三嘛，有时间咱就来啦吼。所以有的人讲哦，啊，你敢会晓看面相？看面相吼，其实面相是一门吼真深的学问啊，吼。但是吼，咱讲会晓看是会晓看，但是天外有天，天外有天啊，也阁有。是安尼讲，咱讲咱会晓，咱熬，我别人也阁比咱较熬，咱嘛是爱知影吼。啊，咱每一个人讲学习就是安怎，学无止境了，就是我们的目标，主要吼不断的学习。实际上呢，吼，咱常咧讲练习，不断练习，伊就会当提升咱家己的能量。所以有时吼，咱常咧讲吼，人功立甘言，你就会当缔造出吼很好。啊，先来讲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吼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吼，这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讲东太宗呢，不但呢，以励精图治，任用贤能，鼓励臣下批评伊每一项的决策，啊，拢甲讲恁有代志，拢提出来讲，有啥物意见，拢提出来讲。一般帝王呢，会使讲是无可能安尼啦，无可能讲叫雅量啦，但是贞观之治呢，随时检讨自己的缺失，为精勇以甘言，东太宗反省接受。所以咱讲。感谢所有批评和指导的、哦、当别人批评、哦、在批评我们的时候、哦、我们不能恼羞成怒，反而要深深的感谢他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观察、哦、并指出我们不对的地方，过失的地方、哦、帮我们省下不少思考的时间、哦、加速成长。有人跟我们批评就是让我们加速成长呢，哦，人你甲伊讲啊，你对答唔对，对答唔对，咱就爱接受啊。唔是讲对答唔对，你感觉安怎？感觉好像说，哦啊，自尊心受损了。咱爱去学呢。东太宗，伊不但呢，为政你甲伊讲的话，达句都有法度听入去。吼、哦，伊嘛鼓励伊所谓心下，爱甲尽量甲批评，对答唔对，你爱甲我讲。吼、哦，每一个决策，恁大家拢总会当来做意见。那一般的帝王。吼、哦，那有这种北等，无可能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咱咧讲，一个人有偌敖，无一定足敖。吼、哦，因为吼、哦，咱定咧讲缘呐。吼、哦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咱来感谢每一位孙阿叔姐。吼、哦，不管讲是吼、哦、对咱的鼓励也好，吼、哦、对咱指导也好，对咱批评也好，每一个地方，我们都是要学无止境啦。啊，就是我们的目标，主要吼、哦、不断的精进。
有人在后面吼、哦、来跟，互咱有机会，有人伫后壁甲咱约，咱都爱精进。吼、哦，你无精进，吼、哦、后壁往约着，你嘛唔知影讲啊，过落要创啥。所以咱讲吼，不断努力，不断练习，对待提升咱家己的能力啦吼、哦。所以有滴人问我讲，安怎修？安怎修？只要你有空。哦、大家来谈一谈聊一聊都不错了齁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没想服务了齁。电话是 0926-938-045。咱昨天必须用服务电话记得啊 ,0559-16045。需要邮片的寄送金盖丽蜂胶牙膏还是说合理美化妆品啦齁。还是说齁、哦、三高宝还是咱有咧介绍的东西你吃了好。好、哦，咱会当讲到小步，没想到这也是感谢大家。今日节目呢已经到啊吼，啊，咱讲到这，那不就到所在，跟咱讲抱歉了吼。咱期待着明仔是一个善缘，咱就空中广结善缘，再见，拜拜。